我们可以用妖兽重生法了，爹，交给儿子鬼众道了。袁大宗，你躲到什么地方，特警会不断追捕你的。 和那位年轻的特警互有好感，你是我们跟人类沟通的希望。我试过学习人类的感情，可惜我失败了，因为他们害怕感情不断在逃避。别在乎。你中了快乐的毒，要把身上的血全部换了才能得救，不然你就会蒸发消失。不，这样你也会消失的。 快乐的毒，要把身上的血全部换了才能得救，不然你就会蒸发消失。不，这样你也会消失的。 不然你就会蒸发消失。不，这样你也会消失的。你中了快乐的毒，要把身上的血全部换了才能得救，不然你就会蒸发消失。 牺牲自己不是痛苦，这是我从人类学回来的。我们一定要相信和人类沟通的这个希望。你现在马上走。
你现在马上走，我们一定要相信和人类沟通的这个希望。你现在马上走，记住，要找出策划阴谋的妖兽，好让别的兄弟不用像我一样被逼得走投无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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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定要相信和人类沟通的这个希望。你现在马上走，你现在马上走。记住，要找出策划阴谋的妖兽，好让别的兄弟不用像我一样被逼得走投无路。